之前没有来过沈阳，我原本以为沈阳会是一个很冷的地方，这次来的时候正好是夏天，然后我是从北京那边过来，北京那边其实还挺热的现在，然后到了沈阳，它的温度对我还挺友好的，如果可以的话我蛮想出去逛一逛的沈阳，对，就是看起来就挺好玩的一个城市啊。我对 SWL 的印象，说实话忘记是几几年了，反正当时看过 SWL 的一个广告，反正知道那个广告就是 Kendall Jenner 拍的，那个广告里面频频繁繁的出现了 SWL 的鞋子，不同款式的，是高跟鞋，当时然后是看完那个视频之后，最早最早我才对这个牌子有了一个印象，就哦，这是一个做女性鞋子的，就是主要这样的一个品牌。对，哦，时尚先锋，潮流且艺术，给大家推荐的其实就在这里摆着，后跟的乐福鞋，上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点，是它有一个就是钻扣的这个新型的，就在那里，其实很明显你可以看到，它很搭520这次的主题，然后它也用到了浅色丹宁的材质，然后整体就是比较轻快且浪漫，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不管是给自己买也好，或者是给朋友买也好，给家人买也好，我觉得都比较适合在520这样的日子去买。对，我觉得首先要看心情吧，比如说今天是先抛开鞋子不说，我是一身黑色的衣服，然后里面就是简简单单的黑色打底，然后黑色牛仔裤，其实看起来会有一种那种不知道，就像哥特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酷酷的。然后鞋子才会选择这个是 SWL 的一个黑色的短靴吧，上面因为有一些金属的这种环扣，所以穿上去整体就会给你的一整个一身衣服有加分的感觉，就是在你搭完了一整身衣服之后去选择你想穿一个什么样的鞋子，觉得会比较好。最近在筹备巡演吧，我觉得主要是巡演，对，也接下来就是我面临比较重要的一个任务吧，因为要过生日嘛，然后在过生日的时候就会去到广州，然后过完生日还要去成都那边去巡演，然后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自己去巡演，然后要演很多曲目，所以就是最近主要都是在做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和准备工作，对。